感谢朋友们啊，哎，对我们非常的支持。是，其实说句良心话，嗯，我们的水平还不够，有限。小学生，对了，离着我们前辈演员们差着很远很远。想当初，中国相声界是人才济济，对，多少好角儿，多少高人呐。嗯，跟人这些名家们比起来，嗯，我们微不足道，不敢比。当初最有名有一相声八德。怎么叫相声八德？八位名字带德字的老前辈。哦，玉德龙。哦，这是这辈的大师兄。马德禄。对。焦德海。是是。刘德志。对。张德全。哎。郭德纲。啊，刘德华。啊，全聚德。这是什么全聚德？德和乐。没有啊，摔跤的词儿都出来了。反正不少，我后边这几个是今年新款的。这还有新款的。德寿。寿字的是张寿臣。哎，对。李寿增。哎。尹寿山。都有。活受罪。啊，没有了。再往下是宝字的了。宝字的了。侯宝林。那是大师。孙宝才。对。常宝坤。哎。李宝库。嗯。刘老根。大辣椒。什么大辣椒啊，里头连药匣子都有啊。关外的这几位。哪有什么关外的啊，名家辈出啊。是有很多人。但是现在很多先生都去世了。哦。像这个北京有一位相声前辈。嗯。郭全宝先生。对。时间不长。嗯，刚去世了。嗯。多可惜呀、啊！是，一肚子能耐呀，对，没留下。嗯，去世之前我去看过他。哦，您瞧瞧啊，老头说了，没事儿。哦，生老病死在所难免。是，我是不行了。哦，你们好好干吧，鼓励我。我估计我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了。嗯，转告于谦儿，说我让他上头里等我去。啊，我上头了去？哎，结果他也没去。那是不能去。嗯、不听老先生话。这没法听，你没去就对了啊！留下来好好说相声，哎，好好的给大伙儿演出，哎，对，这个人难得呀，怎么难得？说实在的，现如今您有这个造诣啊，是通过您努力得来的。那不努力也不行啊。小的时候于老师不行，是打小我们一块儿吗？发小，曲艺团学相声，对，我们都去考试去了。哦，老师看都高兴。是叫什么呀？啊，郭德纲，呵，精神啊！来来，快来快来，宝贝，来坐这儿来，坐这儿来，上人见。哎，吃糖，高兴，还给糖吃啊？哦啊，后边他进来了，进来进来。嗯，嚯，嗯，叫什么呀？嗯，玉谦。哦，扭过脸去，扭过脸去，扭过脸。对，冲着墙，冲着墙。哎，好，转过去。啊，嗯，不至于见我那么恶心。这膈应看着。有那么膈应吗？是吧？啊，老师也是走走，别来了，别来了，啊、你学不了相声，走吧。轰走了。他父亲真好。当然了。老师，您给我们孩子一机会吧。啊，给。求您给一机会。是。啊，听着。嗯、啊。一加一得几？小题。十四。啊。走出去。是不？老师。啊、您再给我们孩子一机会，还求情呢？一加一得几？嗯，七百。走，出去。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再给一机会，还求？一加一得几？还是这题呀、啊？一万四。呸！啊，滚出去！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给一机会，还给机会？一加一得几？啊，二。哎，老师，您再给一机会，给一机会，还给机会？我们爷俩谁傻呀？这是，是吧？没有这样，真事儿。什么真事儿、啊？真事儿，他爸爸真疼他。那能不疼？买测谎的机器搁这儿，干嘛呀？就为了让他说实话。哦。他考试他净那个，我们考试门门一百分。啊。郭德纲打小一百分一百分，全是。他这个啊，三十五，不及格。二十六，嚯，十四啊。负七，负七，我上一学期还赔七分，是吧？啊，他也着急，你分不好，买笔，大粗笔都改了，改一百分。哦，改。啊，他爸爸后来有所察觉。是啊，弄一测谎的机器搁这儿、啊，
一说瞎话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响，响。嗯，这儿拿卷子回来，回来，跑多少？啊，一百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骗人。说实话，嗯，其实得，嘟嘟嘟嘟嘟嘟，还不对。说实话，二十四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还瞎话，把他爸爸气的，那是生气，枉费我一片苦心呢。嗯，你怎么这么不学好呢？啊，爸爸小时候门门功课一百分，嗯，砰。炸了，好嘛！我明儿俩一句实话都没有，反正全是瞎话。真事儿？什么真事儿？到您这儿全是真事儿。真是，嘿，他们老爷子说良心话，我其实很佩服的。是吗？真是很佩服。啊，他按说按照老爷子的想法，嗯，于谦就不该说相声，怎么？应该子承父业。哦，跟他爸爸一块儿干别的去。干什么？他们老爷子是这个大夫。哦，医生。哎，很了不起。哦，北京城一扫听都知道，有名的老西医。嗯，对啊，老西医，这老了管什么用啊？这个我听他夸嘛，老西医，老西没老中医的，老中医啊，老中医。北京城四大名医，啊，萧龙有孔伯华、汪逢春、石金墨，对，四大名医就教了一个徒弟，嚯，就是他爸爸，多大能力，就教这么一个人，嗯，哎呀，很难找这么一个全面的人才啊，是啊，了不起，哦，啊，这多少年出不了这么一个很好的妇科大夫，哎，啊。怎么还妇科大夫？就专门研究妇科吗？是吗？他是在医院里边，嗯，出来之后到大药房去给人看病，多好啊！有这种啊，嗯嗯，在北京最有名的同仁堂大药房，哎，在那儿是那个坐台的大夫，是啊。您这等等，别说了啊，别说了啊，啊，越说越不像话了，您这怎么了？坐台，坐台的大夫，对呀，啊，我跟那儿有抓药的，也问他，他给人看病吗？跟真是坐堂那叫知道吗？坐堂的大夫是吗？是哦，行，按你说的来啊。什么叫按我说的来？坐堂的大夫，对，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啊，就是人家同仁堂就把他开除了。哎哎，咱不知因为什么，也不让说，嗯，也不让派出所，也不让提。哦，说派出所，说这要谁要说这事儿，就算是传播黄色故事啊。反正有这么一茬，反正是有这么一茬。有什么茬儿？这是不让问嘛，就回家了。他，嗯，家里有房子。那是哪儿不是为人民服务啊？哎，在家里自个儿弄了一小黑屋啊，小黑屋啊，门口就挂上那个牌子幌子，在家给人看病，自己干也很好啊，一样吧，嗯，解决这些个疑难杂症，对，是不是？一来病人他爸爸美高兴，是啊，一来女病人要漂亮，他爸爸乐呀，乐，干嘛这么乐呀？又马上能给人治病，他高兴啊，是吗？后来病人家属给他爸爸送块匾，怎么写？妙手银心，嗯，啊，银心呐。嗯，妙手回春，知道吗？是我哪懂？咱小那会儿不懂得这个是吧？啊，不过那是打小我总上他们家去，那串门嘛，跟老头聊天，咱长知识啊。是左小孩，人家了不得，是家里那线装的书，哎呦，繁体字，各这么看的，这么翻的，啊，竖排版的书，咱哪看得懂啊？对对，妞屋老爷子一面墙的书柜啊，啊，各种版本的《金瓶梅》都有，是吗？哎，等会儿吧。怎么全是这书啊？我也不懂，反正净看有这个啊。那么大岁数了，看点别的。我不懂了，咱跟老爷子请教啊。你看这怎么回事？我不知道。是啊，老头跟你讲，这个没事儿，嗯，因为这个当时西门大官人来说吧，他这个还是金瓶梅啊。啊，你也是，你问点别的不好吗？我就说这字儿吧，说有不认识字儿，繁体字儿。哦，繁体字儿，咱不认识了。那是老爷子，这个您看看老字儿，老头拿老花镜，啊，看。哦，这个字儿啊，这念庆，念庆，西门庆啊！说咱别提这个了，成不成？老往那上领，你这不是我领，啊，您老说呀，这跟老头之间我们是忘年交哦，忘记年龄了。对，老爷子真好啊，疼他，拿我说的当亲生骨肉是一样的。对，没事上家去玩去啊，到他们家我推门就进，跟自家一样，推门就进。是你上别人家问在家呢吗？啊，我来玩会儿，这他们那没有。是。推门就进，跟自个儿家一样熟了。老于家他们是哥仨，对啊，这是二爷，上面一哥哥，底一兄弟。对，这哥仨是踩着肩膀下来的，我在中间啊，岁数差不多。是，大爷今年是39。对，嗯，咱们差不多，他37，踩着肩膀嘛。嗯，老三14，这连胯骨都踩不上了，这个还踩肩膀呢，这个大小差不多吗？差远了。
35。35。35岁。哎，他是今年在外边演出。好。老三在外边做买卖。哎，一天到晚的这儿也去那儿也去的。不在家。兔子是怎么着？不在家。大爷跟家里边。啊、哎，真好。孝顺。说良心话全靠他了。嗯、啊。伺候老头。对。无微不至。是。无微不至。嗯。我有些日子我没去了，后来有回打门口进去一看呀。怎么了？我心里都不是滋味。什么事儿？老爷子病了。哟，躺着躺着啊，那脸呢，翠绿翠绿的，绿。大哥坐在边上，那脸呢，惨绿惨绿的。这爷俩谁先死啊？这是？你老盼着这个？你老盼着这个吗？不是我盼着，怎么这都这色儿？我也纳闷，我说怎么了？啊，哎，哥，我，哎呦，德刚来了。啊，老头可能够呛。哟，这些日子不好。嗯、啊，半个月了，一直是这样，都没在家。二的三的都出去了，跑就我弄的、嗯。不是你那脸色怎么还不如你爸爸了啊、嗯？啊，真死了是怎么着？他倒的是怎么着是啊？没听说过。我三天没吃饭了。你看看，我你这是胡闹！你给我打一电话啊！你拿我当外人呢？就是。你去吃饭去，弄点饭。你这哪行？你这哪盯得住啊？啊，百日床前无孝子啊！对，快去快去快去！是我看着我看着看着，你得吃饭。大爷站起来直晃悠，饿的。说两句话，咱看不了这。嗯、啊，晃晃悠悠出去了。你看，我坐着看着你爸爸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你看，老爷子，嗯，你也有今天啊？哎，我哎，就别跺脚了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说原叫也有今天、啊、原来你这个爸爸说实在的啊，哪个爸爸呀？多壮啊，身体好、啊、哎，大高个是四方大脸，嗯啊，壮 一脸的护心毛，哎呀啊，没听说过，护心毛长脸上了，都显得凶啊，你知道吗？显凶管聊开跟人说话了，哎呀、啊、改西施了是怎么着？不许美化的，我这是美化、啊、这会儿躺着完了，脸都这样了，脱相，我心里我能是滋味吗？瘦了。哎，老爷子，啊，看看，啊，认识我吗？怎么着？德刚啊，还认识？呵，不含糊，咱认识你，我认识我，是，没事，老头啊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硬啷啷的，踏踏实实的，能活一百多啊。您劝劝，我喝口水喝吧。喝水。嗯、啊。哟。我抽着你起来坐会儿啊，不行，我干点什么呀？嗯、啊，你要什么呀？我给拿点什么？是，我要小姐啊！你早就该死，你知道吗？一点都不多啊！啊这个怎么了？这是，我要接小手。哼、嗯。这岁数这功夫你弄的什么文言呢？这好好说我听得懂啊。是你说白话不就完了吗？我扶您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嗯，尿完了。嗨，完了。好，那我一鞋、嗯、那看着点啊，言语事真是的哈。没事老爷子啊，踏踏实实的。嗯，哎呦，正说到这老头这白眼儿哟往上直翻。哎，坏了，怎么回事？这叫倒刺，这是，这就过去了。我赶紧得看看有没有鼻息呀、啊！啊，出不出？我探探有没有鼻息呀、啊？怎么探？嗯，哎，死了。对呀、啊，没死也让你处死了。这个有这么探鼻息的吗？你不能怪我，我也没学过兽医。没学过您就敢下手啊？这个，呼，整个都完了，整个都死了。那不是，一点没糟践啊，全死了。这些个苍蝇哦，哪儿那么快呀、啊？我赶紧问厨房啊，一进厨房，这门扒着门框一看啊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又瞧见什么了？我看见大爷，我感动。怎么了？你有这样的哥哥，说实在的，你露脸去吧。干什么呢？啊，说句良心话啊，啊，伺候老头一天两天去，这是多少年了？是。就为了老头把自己都喝出去了，熬坏了，好几天不吃饭，谁试试啊？就这会儿说实在，你让他吃，你说给他炖锅肉啊，肘子他吃下去吗？根本就不行，心火都跟这儿呢，疼着呢。煮点面条，看着可怜，煮点面，煮的有宽条的啊，有细条的，是，有龙须面，有担的面，有抻的，有手擀的，知道吗？有刀切的，
七八样面条，炸的卤子，炸的花椒油，蟹的芝麻酱，炸的酱，肉丁的，肉片的，肉末的，肉馅的。我哥哥缺心眼儿啊，是怎么着？那都死人了。四十多样菜码，嚯、哦！这会儿正包蒜呢。哎呀呵，还吃蒜呢，还有心啊？我呵，你真行，我告诉你啊，别弄了，就是你爸爸完了，死了啊！你爸爸死了，是。哎呦，这才哭出来，就这一会儿的功夫。行了，别盛了啊！我那蒜呢？这别吃蒜了，还要蒜呢？我就不买红粉皮去了，我就啊，吃吧。吃的还挺全，吃了三碗面，嚯，喝两碗汤啊，吃饱了。嗯，哎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好嘛。满没往心里去啊！你爸爸死了。哎，再告诉他一遍。去看看吧。啊，这会儿来六个耗子，宝宝皮就拉出去了啊！啊，领着他奔这屋来，带他去，趴在那儿是哇哇的哭啊！能不哭吗？门一开，老三打外边冲进来了。三爷，早晨起来给三爷打电话了。哦，他跟保定那边谈买卖呢，做生意啊，请客户洗澡呢。哟，跟洗浴中心的池子里头泡着呢。嗨，手机响，抓过来一听，说老头要不好，啪一扔，顺池子蹭就上来，顺着京石高速唰回来的。三兄弟裸奔着就回来了是吗？光着呢，他穿着拖鞋呢。那管什么呀？这要是来个眼镜来口罩算三点式啊？没听说过啊，该挡的地方一点没挡上啊，这个有这三点吗？跑回来了啊，哥俩趴在这儿是放声痛哭。哎，哭吧，到这会儿他们可都乱了啊。是这个事儿得有人来了。对了，我得帮这忙。您来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别着急啊，哭是不管用了、啊、现如今咱得说这棚白事儿怎么办，先得办事儿。大爷说了，爷啊，老头死了我心疼、哦、被家里钱我都给他花了，全花，我姐心疼，办事用。三兄弟说，你这话我能理解、啊、这也不是个办法、哦、这完事咱们怎么办呢？还得过，咱还得过呢，这玩意儿是不是？哥俩越说越呛吧，越说越呛吧。哟，我这可坏了啊！死丧在地，不可打闹啊。对，又何况古语说得好啊，啊，狗咬狗，一嘴毛啊。啊，俩狗是怎么着？不是，二狗相争，比过一伤，不还是狗吗？不是，别打架，别打架，大爷，大爷，啊、你卧在这边啊。对，老三，你趴那椅子那去。对，什么呀？趴的椅子啊？还是狗打架，你累了，你趴椅子歇会儿啊。累了坐着好不好？赶紧把家里存的这些大五福的白布全拿出来，干嘛？做成孝袍子、孝帽子，啊，给各界亲友送信儿，要大办白事，穿孝。要说起来啊，你们老爷子这辈子不容易，当然为家为业昼夜操劳，以致年老气衰，心脏之症痛觉愈烈，虽经北京著名医师萧龙友、孔伯华、汪逢春、施金墨以及西医方世山各大名医临床会诊，怎奈你父亲的心脏终于停止跳动，他老人家乘风而去，驾鹤西归，够奔西天极乐世界而玩去了。嘿嘿，好，我爸爸死的还真够热闹的。宝方符文传出，各界亲友纷纷前来吊唁，送来花圈帐子挽联不计其数、嗯、这边写只会飞化白虎铁，这边写血泪染成杜鹃红，大伙儿都写，我不能闲着，排张白纸写五个大字，贴在正当中。哪五个字？孝贫不孝娼、哎、没听说过。有写这五个字的吗？隶书，咱们这是 那什么书也不管用啊！我这我不会写，瞎写，撕了吧，撕了吧，就甭贴这个。大门的左边地上挑钱纸，门口还有这么一张白色的纸，那四个字我写的。怎么写的？苍天有眼啊！早就该死是吗？怎么了？没有写这个的啊？写什么？树报不周。这对不起啊，我眼神也不济。其实打你们家那儿过，我看你们家见天贴着的，也没注意过。你们家才天天死人呢啊！消息传出来，街坊邻居哭成一片了。是这么好的人呢？哎呀，死晚了啊！早就该死啊！大办白事，办吧！准备啊，给老头换衣裳。是，先把身上这身都褪下来。哦，呼，这些日子又出汗又跟烫肉了，一闻这嘎着窝都孜然味儿的了。什么味儿？老头褪干净了。啊，做大柴锅。干嘛？大柴锅架上柴火。哦，放水，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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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洗擦。这谁干？我呀，这来，我来。哦，我脱一光膀子。哦，来大皮兜子，大胶皮鞋啊。水开了吗？啊，
到屠宰场了是怎么着？这干个尖尖的那有穿皮叉的吗？这个刷擦拿开水往上泼啊，拿铁爆花擦。哎呀，这这这这不用这东西，拿砂纸打嘛。嗯，什么呀？干干净净的，换上整部的金刚经、陀罗经被、漂白布、高头水袜子，哦，都弄好了，往上一弄，嗯，在棺材就弄出来了。棺材多少年的存性，是老棺材了。对，就说实在，这棺材啊，哎，现如今咱见不着，这是它秀气，你知道吗？这是棺材，这个这哎啊，这是蛐蛐过笼，知道吗？嗯，这不叫棺材，我比划不过来啊。谁让你比划？当年的老存性，哎，对，老的。北京前门外打磨厂万一祥木厂的货，这个材料叫金丝楠，好东西。棺材来了，上三道大漆，挂金边，头顶福字，脚踩莲花。嗯，棺材头里边用白油漆写着宋体的匾字，是写着你爸爸的名字。哎，上写清风，嗯，这俩字是红的，底下白字是名字，是登侍郎、嗯、于太公、哎、会进郭。对，我爸爸叫于进郭呀。什么名字？这是你爸叫叫于德什么？叫什么呀？没有你甭管、啊、这没有了，名字就完了，甭管叫什么吧，就、啊、于少谦啊，写上嗯，于少谦，大户人家吗？大户人家这字儿没有倒着排的呀，这个我哪懂这个呀？哈哈、啊，这都来了，赶紧得入殓，入殓，入殓就是死人装棺材呀。对了，呵，吹管子的啊，打那个九阴锣的，是八面大铜锣，震天震地，哎，没见过这么大的锣，那么大的哎。我告诉你，哎，哎呦呵，哎呦呵，哎呀，那么大个儿啊！怎么大？这是锣吗？这个？当当，好嘛，跟卖糖的似的。没听说过。这是那锣旗儿，锣旗儿这么大，锣很大。对，咣起咣起咣起咣，这声敲的人心都碎了。是，阴阳声一报，吉时已到。哎，掐尸的入殓的全过来了。哦，请大爷。是，这叫长子抱头。对，你哥过来，赶紧来抱。嗯，小孩擦擦手就别擦了，嗯、往出捏臭的姐的是怎么着？咱不懂这个，不懂得那么抱啊，抱着、哎，抱着脑袋。对呀、啊，师傅受累，给吹一点啊。吹，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答答答答，你妈嫁人了。你妈嫁人了，这有吹出字儿来的吗？这个，我哪懂这个去？不懂你吹啊？我不懂这个。哎，到念经的时候，我认为是最精彩的了。怎么了？或请来了和尚，是高搭法台。哦，正当中有一位头戴皮楼冠，身披袈裟。嗯，这是大帽。对，两旁边有小和尚。啊，哎呦，念这叫咽口湿湿，开十六本经。呵，一边念一边撒米，扔小馒头，好听，热闹吗？好。哎，这么着，嗯，您给学学这和尚念经怎么样？学念经这个啊，这这好听了，这好听，好这个。我会不了太多啊，您来来，咱唱到哪儿算哪儿啊。行，来念念这经啊。嗯，道长成就镇济疆场，斋主虔诚上香设拜，檀下海中江声号，苦海滔滔孽自招，迷人不醒半分好，世人不把弥陀念，枉在世上走一遭。八月中秋雁南飞，一声吼叫一声悲，大雁道友要回来日，死去亡魂哎，不回归。头一天来到鬼呀嘛鬼门关，鬼呀嘛鬼门关，死去的这个亡魂呐、啊，两眼就泪不干。我佛耶，如来耶，玛哩玛咪玛咪哄哎哎哎哎。第二天来到饿呀么饿狗村呐、啊，饿呀么饿狗村呐、啊，许多的这个饿狗啊，真是吓死人呐、啊！我佛耶，如来耶，妈你妈咪哄哎呦！第三天来到王爷么王天涯，天涯哎哎叫小妹。郎是真郎啊，咱们俩人一条鞋呀。什
乱七八糟的。回来吧。谁砍的？砍什么了？行了行了，没人砍啊，这么些警察都拦不住你们。你给我出来。没有没有，行行行，甭找了，躲气球后头了。气球后头能藏人吗？谁呀、啊？没有，我打你呢，知道吗？念完经打和尚。这话搁在这儿用了啊？没有的。我没告诉你我会不了多少吗？哦，差不多就完了。哦、我拦晚了，这是每七天念一回。啊，僧道坛尼轮班来北京居士林的居士给你父亲转咒。我打排场，一般人请得来吗？对，居士林的都来了，是功德林的也来了。启士林的也来了，哎，稻香村的，你等会儿，大福来的，行行行，狗不理，哎呦，回去，什么来那么些厨子干嘛呀？这开个庙会庆祝一下嘛？嗨，这用庆祝吗？这个一直等到出殡的这天啊，早晨起来一瞧，呼，大晴天，黑的跟锅底似的，哎呦呵，阴天呐，咕噜咕噜咕噜噜打雷呀，咔。大炸雷呀、啊！是啊，你大哥一看这天不好，打雷，赶紧出去抱着树去了。啊，都躲开点啊！打雷了，是是，别劈着你们呐！哎，对，就劈他一人啊！有抱树的吗？这时候，这个未必劈得上。那、啊、那也不行啊！一会儿的功夫，晴空万里，红日喷薄。哦，晴了。院子里边立三根白沙高，嗯，搭起几大棚过街牌楼，中国二楼蓝白纸花扎的彩白楼，上写三个大字：当大事。对，孟子曰：“为送死以当大事。”是。早晨九点钟出堂花饮，先放三声铁炮，嗯、请来文官点主，武将进门。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金官请出门外，上小杠四十八人杠，杠夫满都是红缨帽、绿嫁衣，剃头、洗澡、穿靴子，一个个是满穿套裤。八十人杠换三班，二百四十人摆开一字长蛇，五里阵，浩浩荡荡，威风凛凛。在前面有三丈六的明镜幡，紧跟着就是。智人直马，有开路鬼、打路鬼，英雄斗志不豪图，方必方向，哼哼二将，秦琼就得身受玉立四大门神，杨绝爱左不逃，不一输起，名为四贤。智人过去了，红缨发鼓，子弟文昌起一个大户，拜家庙，松豪、松露、松情的、松伞、松三、松教的，花瓣、花伞、花轿子，金瓜乐舞朝天凳，鹦鹉、鹦欢、鹦照鹦，素净回避牌，歪把黄罗伞一堂，上绣金福字，飞龙旗、飞凤旗、飞虎旗、飞飘旗、飞鱼旗、飞鳌旗，四对相块，八对相色，尼姑二十名，道姑二十名，潭柘寺的和尚四十名，空大喇嘛四名，红子学柳一百五十名，小男二班的花球二队，晚人二班队，在前面就影亭一座，摆着你爸爸的相片。哎，猴啊，这是相片，这是北京最有名的一撮毛，给你爸爸撒纸钱、啊、一把纸钱结结勾刷，三层开花满天飘，叮叮叮，这是关照过来了。哦，两个大香尺倒退着走，啊、这么叮叮叮，对对，当的啷当啷地噔啊，当当地开隆地咚，大秧歌这是。多有气势这个啊！没有这时候扭的。送殡亲友两千多位、啊，一个个胸前佩戴着白纸花，俩人搀着你哥哥，俩人架着你兄弟，这哥俩头戴麻冠，身穿重孝，是泪如涌泉。早晨九点钟出堂发引，由南城奔北城，由北城奔东城，转遍了北京四九城，到晚上七点半、啊、才把这棺材抬回了家。哎，怎么又抬回来了？没找着坟地。去你的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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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家乡父老对我们的鼓励。是，相声都是编的。对，这段是真的啊，没听过吧？全是假的。多听相声有好处。是吗？心里一痛快，哎，什么愁事都没有了，高兴。不光是您，对演员也是如此。我们也高兴。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？啊，您高兴的同时，我也很开心。我们也过瘾呢。演员家里也有愁心事，是。可是到这儿全忘了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啊，相声的功效，哎，这是艺术的魅力。这么说听不明白。啊，于谦，举例子，于老师，对，出去演出去了。啊，回家一瞧，嗯，家里出事了吧？房都塌了啊！塌了，就剩一防盗门跟这站着。那还防什么盗啊？这个于老师愣了半天啊，掏出钥匙，还开门呢我。
来吧。看见什么了？确实塌了啊！刚明白过来，确实塌了啊！房子是身外之物，对，看看家里亲人吧，亲人，晚清没事儿，全死了。哎呀，这是万幸吗？坐这点根烟，愁，哎，怎么办呢？啊，怎么办呢？是，站起身来，嗯，把门带上。别关这门了，就反锁好了，有什么用啊？把钥匙挂脖子上，上剧场说相声去了。说完这段，哎，家里这茬他给忘了。我太缺心眼了吧？我这事儿能忘了？相声的功效没有这么大。劝您各位多听相声啊，对身体有好处。那倒是有好处。当然了啊，说是这个百病全治，我们不敢说。那当然。真是有大病您得看病去，上医院。哎，这儿不是全能治，现如今咱们的医学很发达，是什么病都能治。医院啊，你那过去来说咱不敢说，嗯，那个年头感冒都死人。对呀、啊、小孩一落生抽四六风，是四天六天死了，不知道。现如今没有这些事儿了。对，医学发达，嗯啊，从里到外你是什么病全能治，都能治。你看器官移植过去你敢想吗？移植器官，于老师啊，嗯，还是心坏了，心坏了，心坏了。大夫拉了一看啊，怎么回事？烫，别还扒开，哎，这心都臭了，臭了，切下来吧，扔了啊。一扫去，动物园死一狼，还得心拿来给他缝上了啊。好了，一样使，一样使，就除了夜里边醒得早一点啊，早晨四点出去啊，冲着月亮看。我这习性都变了，这别的毛病没有啊。过些日子肺又坏了，是切开，哎呀，肺坏了，嗯，得找一狗，狗肺搁里面，啊，狼心狗肺，啊，狼心狗肺就这么来的，是怎么的？能治，这里边的器官，外边也行啊，外边胳膊、腿、肩膀、头子都行，这卸下来都能移植。比如说啊，这儿演出散了啊、嗯，我们都开车回北京了啊。对，于老师身份比我们高。没有啊，他看我们开车瞧不起我们，是啊，蹬自行车回家。我蹬自行车还瞧不起这开车的啊？你二八的呀？二八的，二八管什么呀？这不就自行车大点吗？那能驮东西了，你那个啊？前面哟，前面呵，来一姑娘，可、这么漂亮啊？好看，长发飘飘，小腰什么的，米签是。人家孩子蹬自行车，哦，于老师呵，嗯，这回得得着这个。怎么叫得着呀、啊？这回得看着啊，玩命蹬啊，快呀、啊！人人人过去了啊！嗯，到这一看，这脸长得跟茄子似的，好嘛！于老吓坏了，一捏闸，啪，翻过去了。你看，噔，人摔在这儿了。哟，来大卡车，嗯，呜，把你胳膊这压过去了。从这儿压过去，压过去之后，那司机纳闷，哎，啊，我道走错了，又回来了，还回来。我一琢磨，哎，道没错，哎。我想好了再走行不行啊？这个还是错了。哎呀，看他解恨来的是吧？来来回回一个多小时吧。啊，嚯、啊，他走了，他走了，我压烂了。你这儿完了，这是万子算完了。啊，哎呦，老百姓都吓坏了。嗯，人家都等着，等这车走了是吧？啊、都过来，坏了，啊，压流氓了，来、啊、去。压流氓了，像话吗？打电话吧。压人。喂喂喂喂喂，车来了。啊嘣嘣嘣，下俩小护士，哟，这漂亮啊！是啊，一米七大高个，嘿啊，嗯，连鬓络腮胡子，嗯，一巴掌宽护心毛，嚯、哦，哪儿啊？啊，对了，打起来，啪扔车上了，嗯，一关门，拉到医院去了，这屠宰场的吧？这是，嗯，拉到医院，进门、嗯，大夫看看，这没事，这好呢，是吗？这先打一针，打破伤风针，这对，哎，得摁在这儿。摁桌子这儿，哎，有人摁着脑袋，嗯、过来给吞裤子。没穿那么多啊！哎，行了，跟变脸似的，一层一层的。哪儿变脸？啊，变脸有脱裤子的、啊。弄完了，大夫打开文具盒，拿出一圆珠笔来。啊，画一圈干嘛呀？他怕打不准呢，瞄准用的啊，真啊。哎呀哥，嘿，哎呀，打完了啊，嗯，行，没事，摁好了吧，啊，拿锯，拿锯，锯你这截肢，锯下，哎，你不这儿坏了吗？对，这儿腕子，换新的，啊、哦，为了保证你这个整体都合适啊，是是，从这儿锯，哎，
打根儿上啊，根儿去。哦，打开这个电冰柜啊，三等，速冻饺子、带鱼，全搁里头。都有。哎，找出这把锯来了啊，那锯也搁冰柜里。带我横口酒。嗯，这干嘛呀？拿过那展布来擦擦。摁住了，嗯，别动啊，别叫唤啊，是，一会儿木了就不疼了啊。哎，嗨，什么大夫？咔，这不是撅舌的吗？这不是，锯开点好撅，那你锯它干嘛？直接撅不就完了吗？麻烦吗？不好弄。没听说过。小护士拿盘子戳着你这胳膊，啊，问后边有倒模使，倒模，哎，倒模出条新胳膊，哦，假肢，跟你这一模一样，哦，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，对，吃了，这端过来，啊，给你拧好了，螺丝，模色，刷上，一模一样，哦，这就行了，这跟新的一样，哦，你伸手你看，对，你看这俩一样不一样？这就是真的，这个，真的一样吗？没问题了，啊，你继续，你出去上班写东西，写字，哎，你练武术，是吧？这不是武术啊，这都不耽误，都不耽误，就是不能打架。打架，人家惹你，你打他，打他，啪一嘴巴。哎，你这儿没了哈，哪儿？人家那叼着胳膊跑了。好，我给狗一嘴巴，干他。哎，你想这么多是吧？什么呀？胳膊能治啊，腿也行啊，大腿，大腿也一样啊，行吗？胳膊好了，你又上马路野去了，你啊。我这人没记性，没这没跟家待不住，是吧？闲出去呀，嗯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是一大墙，哦，墙上俩窗户，哟，往外飘水蒸气，哦，打耳朵一听，里边哗楞楞水响，哟，还是说话呢？怎么说？二姐，给我擦擦后背。行了，甭想了，这个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女澡堂子。干嘛还传说呀？所以我现在这种身份，嗯，我得看看呀，看这个，看看。把手搁在墙上，啊，啪，哎，锅炉房啊，哎，旁边那窗户才是呢，好嘛，上错了，又下来了，错了，下来四个保安等着呢，啊，干什么去？是，帮女澡堂子的，我亏心不亏心？打他啊！追呀，人后边拿着棍子追你，哎呀，玩命跑吧，你就跑啊，一胳膊跑啊，你这个终归不是很灵活，你知道吗？嗨，还是假的吗？这个，跑吧，嗯，拐弯抹角你就上了。上了机动车的逆行道，逆行啊！那边来大车，嘣哟，怼了你一下，撞上了。哎，五秒钟之后啊，你睁开眼了。哟，哎，挺奇怪，怎么了？坐草地上了。哟，刚才我明明在那桥跑呢，那桥怎么那么远呢？那儿呢？我这儿来了。嗯，身上没事啊。哎，这不错，太神奇了，这个啊，这行。那个脚是谁的啊？蹦过去了吗？这不是。这蹦过去还没明白呢，这个拿过来看吧。啊，这个鞋很像我这只啊。是，解个鞋带儿。嗯，哎，这袜子也很像我这只啊。就是那个袜子，袜子。哎，这脚是我的，可不是。我疼死我了！哎呀，我这人反应太慢了，疼死我了，疼死我了啊！啊，一会儿又来了，这车来了啊，在这儿了，这空找的啊，跟着我呢。好，来来来，蹭蹭蹭。俩小护士下来了，哦，一米七大高个，连鬓络腮胡子一巴掌，五斤毛啊，搭起来人儿烫个扔车上，哦，关上门，走了，过十分钟，又回来了，干嘛？那脚忘拿了，嘿，干什么来了？他们这是啊，来了医院，大夫一瞧，呵，又是你，摁住了，捆裤子，哎呀，这行了，行行，我长记性，少穿点好不好？打圈啊，打针。都完事儿，嗯，打开冰柜，把大锯掏出来了。大锯，俩护士来着，嗯，其实就脚这儿。是啊，为了安全，从大腿根这儿去，也打根儿这儿打。俩人，咔，还是撅下来的。拿到后边倒模使，啊，一会儿出一新的，嚯，出一新的，你这就送食堂去了啊？还是吃？拿回来弄好了啊，拿螺丝刀都拧上，紧上，走吧。啊，好了，走路。哎呀，没上楼，下楼。行，你出去跟小孩们跳房子去。嘿，跳房子都成，都行，那就没问题了。而且这回了不得了，怎么？谁要惹你，你摘下大胯来抽他。哎呀，那要跑，我怎么追人家？这个，你砍他呀！哎，这嗨，我还跟人打什么架呀？我都这样啊，都挺好，都挺，就是上飞机你这腿得托运。为什么？这算凶器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腿算凶器，算凶器啊，多好啊！这脑袋也行啊，
脑袋，脑子一样能换，是吗？腿也好了，胳膊也好了，你又出去野去了啊？还去啊？跟家待不住，是家里人不让出去啊。看着没人，偷着跑出来，把链子摘下扔那儿。我舌头出汗不出汗的，这个太热也有，没听说过。坐这歇会儿吧，啊，歇会儿吧。后边修房，嗯，掉一钢筋水泥的坨子，哟，七百来斤啊，砰，整掉肩膀上。哎呦，你还纳闷了？天怎么黑了？没人告我一声呢。怎么什么都瞧不见了呢？啊！一低头，咕咚一下子，哎，这掉地下，拿手一摸，领子边上就是这性脑门啊！这拍进去了。哟，坏了！我说看不见呢，害怕了，喊吧！啊，咕噜！哎呀，行了，别学了，我给你模仿这声音。模仿什么呀？脑子在腔子里头呢。啊！一会儿，又来了，哥来了，蹭蹭蹭下来俩小护士，哦，一米七大高个，长发飘飘，长得这漂亮，退下来的空姐穿着超短裙，啊，看吧，对，这我看不见了，这个，这拍进去，你让我看什么呀？是吧？搭上车，拉着医院去 啊！大夫一瞧，这是他吗？我看像 啊！看着像，你们退下裤子来，我看看是不是的。这啊，不认识脸，认识屁股是吗？看好天了吗？是吧？啊，我没错，是的。啊，打针消毒都完事了，把脑袋翘下来，弄一道门，弄一新的。嘿，安好了，拿钢笔给你画眉毛、画眼儿，还画这儿，且你算是好了，死了，那还不死？谢谢，谢谢，愿意听吗？我怕太晚了，耽误您回家歇着。没事啊，啊，是吗？行，好，哎，您别说，我还真听不清楚你们说的是什么。那你这瞎答应怎么着？发个号吧，谁先说谁后说。等不了。感谢家乡的父老乡亲。嗯，离开家10年之久了，是没有回天津，只有去年的时候回来一趟，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了一场。对，10年间我在天津可能就一共演过3回。是吗？演过3回，这次这么大规模的回天津演出，嗯，是这十几年来第一次。哎，没有啊，第一次。谢谢谢谢。全国各地的演出很多，但是说在天津这样干连续5场是在别处从来没有过的，也不敢这么。哎，我们也愿意回家来演出。嗯，为什么呢？天津是相声窝子，父老乡亲们都懂相声，都是内行，在这儿很难蒙，是不好骗。对，走到街上10个人有8个懂相声，是那俩会唱快板啊，全是曲艺团的，合着是吧？所以说回来也是忐忑不安，愿意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，他又怕我们的技术不过关。是，所以说呢，我也知道不管怎么样吧，能在大小哥一边，我们这心是热的哈。对，我愿意，我打肚子里边，我热热乎乎的吧，我。行了，您这心好，但是有点恶心。捣乱？不是捣乱，您别这么比划。于谦师哥。在北京跟我一起打天下这么多年了，不计名不计利，人家不是为了钱，他们家很有钱，是很有钱，因为他父亲搞科研的。我一般说这个我心情特别好。是啊，我可别扭了呢。你看你那没办法呢，要不你上这边来。没有，算了吧。不开玩笑，不开。他们老爷子是科学家，啊，是这个盗墓的。盗墓算科学家呀？就是您这什么逻辑？这是谁家要是有坟呢，他就刨去。啊，没事就扛着个铁锹，今天不有事儿啊？看，就刚才那俩，对，什么对呀、啊？出去刨去。也发了财了，刨不少东西。是啊，国家文物他爸爸叨腾不少。哦，那回他河北省什么地儿，啪啪啪一刨，刨出来了，什么爸爸乐了。嗯，也有一具死尸。哟，骨头架子，腰里边系了一虎皮裙儿、地上扔一小铁棍儿，上面写着"如意金箍棒"。我爸爸把孙悟坤那坟刨出来了。啊，老头纳闷儿，这是大师兄的坟。什么大
师兄啊？他打哪儿拎的叫大师兄啊？啊，看电视剧看的呗。嗨，你这不是啊？指了指，哼，你这泼猴啊！嗨，啊，你也没有，你有今天啊？是不是呢？啊，你如意金箍棒了。像是真的哈，是真的不是？人说那能大，啊，大，嘟，呀，真大，真长了，大，嘟，哇啊，比这屋都大。哎呦嚯，这拿不走了这个。啊，小小小小小，哎，最后跟真这么大。哦，他爸爸拿起来塞耳朵里了。我爸爸就是孙猴，感情。搁好了 啊，村长来了。哦，带着四个民兵，带着红箍。嚯，你干什么呢？管着吗？你把孙悟空那坟刨开了，还真是，这是过保啊！啊啊，发你100块钱啊！100，爸爸一听门儿没有啊？那是没有，不承认。你掏100块钱，咱就聊事儿了。哎，你穷疯了，咬死口！你要招倒霉了，怎么了？有得你想去？哎，大噗，死了！我就爱说这个，是啊，我心里痛快，行不行？不，不换，不能换，换了大伙不乐意。嗨，就说这个吧，你爱听吗？我啊，你要让我应了，这可难了。你不爱听 啊？不爱听，你告我去。嗨，没有，就说都真事儿。嗯，当然这是开玩笑，这是开玩笑。他父亲老爷子那了不起，咱来回来去说，可不带这样的。我特别痛快，什么痛快呀？我这心花怒放，告诉你啊，又怎么了？哎，我多说点，多说点这个，多说点，我高兴。他爸爸说句良心的话，我好好捧一捧于氏父子。您好好，那个老头是我见过最有钱的人，跟刚才口风一样啊！您这个太有钱了，什么模样？您这，您打算不打算说点好话啊？真有钱，北京城首富。嗯，他原籍是通县人。哦，通县，后来通县都住不开了，是全家移民。哦，到房山那边。不叫移民啊，嗯，那就是搬房山去。家里太有钱了。嗯，老爷子花钱如流水一般，大方，拿花钱就当乐趣。哦，吃喝玩乐，穿东西穿衣服，讲究一日三开箱。怎么叫一日三开箱？这一件衣服啊，得做三件。干嘛用啊？啊，你想啊。就穿这衣服啊，比如说这早晨起来这件啊，啊，这绣了一花骨朵，花骨朵，中午换了啊，换绣这花开了，又开花了，晚上又换一件啊，啊，这花谢了，哼，了得吗？这太讲究了啊！早晨这件啊，这是一圆饼子，啊啊，到中午换一件，哎，这一果篦啊，到晚上换这件煎饼果子，啊，我爸爸把一天三顿饭都穿衣服上。早晨这件这绣一马，哎，下午换一个，这是一驴，晚上换一件骡子，配的还够快的哈，这个讲究吗？这讲究它干嘛呀？知道吗？洗澡讲究洗头一水，干嘛头一水？我不是瞧不起您各位，谁也没他爸爸这了不起。怎么回事？洗澡头水，怎么叫头水？这池子里换完水下去过一个人，他爸爸就不洗了，就嫌脏了。早晨4点就去了，那么早啊？水刚换完，老头来了，啊，脱了下池子，嗯，又起来了，啊，这个兑凉水啊，下这池子，这个兑热的啊，水温都合适了，嗯，门一开，客人们都进来了，我爸爸给人试水去了是吧？洗头一水，那不叫洗澡，跟澡堂待一天。啊，多的势力是啊，跟澡堂里大家带着炒饼拿饭盒，带饼到中午坐池子边上，俩脚跟里边扑腾，还小点，体会大海的感觉。哪有啊这？嗯，有海的感觉。打开饭盒，吃这炒饼啊，吃完了刷饭盒。哎哎，起来吧，起来，干干净净的。这里刷能干净得了吗？吃完了，掏着苹果来，嗯，大苹果。哦，别这里洗，还得洗。哎，来。一口一洗呀，啊，讲究，讲究什么呀？有钱就是有钱啊！于老师继承他爸爸这点了。怎么？有钱传下来的。哎呀，于老师的看的钱呢很轻，是吗？不拿钱当回事。哦，你算吧，嗯，零钱凑过1块就不破了。对，我这什么家风啊？这是，嗯，太仔细了，这个钢板都穿在肋条上啊，手里拿老虎钳子，嗯，花钱的时候往下蹬，呵，每一分钱都带着血筋儿。哎呀，这么说吧，
大粪车从门口过都得尝尝咸蛋儿。哎呀，脏不脏啊？那个老于就门风啊，走道不捡东西就算丢啊。什么规矩啊？这是是吧？好这个吗？嗯、啊，您想啊，每天晚上吃完饭了，他夜里无论多晚，八点吃完饭也得出去上马路捡钱去。捡？哎，走到街上捡钱。晚上吃完饭他出去了。哦，天天捡。是不这么容易的？那可不是，谁没事丢钱？谁老掉钱呢？那天看见了，嗯，地上有一张10块钱。哟呵，于老师乐了，哎，啊，苍天不负苦心人啊！啊，终于等着了。这，哎哎，这干嘛呢？捡钱的规矩，这还有规矩？先踩上，嗯，左右看看没人，再蹲下系鞋带。哦，其实穿拖鞋出去的。那系什么鞋带啊？哎，没踩着，嗯，往前跑了，风刮的，那又走了，嗯，啊，又走了，追着啊。其实呢，这是一个犯罪团伙，干嘛呀？打算绑架他。这怎么办？10块钱拴根鱼线，哦，就这么长的鱼线，啊，人这么瞪着，啊，他要一抬头就看见这人了，啊，他就光低头，人瞪这个，来这边来，来来，哎呀看，我财迷到这份儿上了都，知道吗？啊，打北京跟到廊坊，嚯，嗯，我给他给贼累死啊！一抬头，一大帮人给捆上了，啊，有人还说呢，扔车上，扔车上。哼，那头说还费那劲，一晃10块钱，来这儿来来来，还跟着呢，没记性啊！问电话说加电话多少 啊， 啊？给你媳妇打电话，绑架，给媳妇打电话，嫂子吓坏了。当然，两口子感情好。嗯，哎呦，你们可别打他呀，也别骂他呀，是我全力配合，不就要钱吗？好说，哎，我绝对不报警，给钱。不过丑话说前面啊，你们要是要超过100块钱，你们就撕票得了。没听说过。我一点都不累，是，不累。哎呦喂，哎，行了，还不累呢。这是回天津的第一站，嗯，啊，回家演出，心里特别的踏实。是，这10年在外边漂流啊，不容易，经过的风风雨雨实在也是太多了。嗯，但是呢，这10年来。是观众支持的，我走过10年来，对，所以对观众来说，永远是报不完的恩。哎，只要您愿意听，我们就愿意多说。是，谢谢您的鼓励和支持。谢谢。我，于老师，还说我是怎么？您换一个，我，说我，我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嗯。啊！少帮主，这有熟悉我们的观众说少帮主，哎，说李菁是吧？李菁是我的师弟，对了，也是北京德云社的主要演员。哎，就是刚才在台上跟我徒弟何云伟，嗯，说树梅叶站在这边这个，很哏的，大眼珠子滴溜乱转这个，对。李菁，嗯，快板唱得好，是北京丐帮的少帮主，应该起的外号。这个人很有意思，嗯，脾气慢，慢性，慢性子，对，啊，从来你要说看他着急，没有，从来没有过。我们后台有俩人反差大，是一个是他，一个呢就是这个徐德亮，哎，徐德亮今天没来，嗯，过几天在那个咱们那个体育馆那演出就跟过来了，对，啊，俩徐德亮脾气急。暴脾气啊！呀呀呀呀！你不是说什么就完了？完了。李菁是慢，嗯，啊，这开车就看得出来。徐德亮买一车，嗯，买7手的夏利，哎，啊，7，这还能要吗？这车啊，啊，一天撞了45回。好嘛，能开车就不错。开着去厂门口，师哥，啊，我买车了。哦，我出溜哪个是你的？嗯，啊，这车，我说可以呀，啊，啊，拍了2下，哗，散了。哎呀，嗨，不禁拍。开车愣。哦，李菁开车可。谨慎之极哦！一进后台，坐着擦汗，说：“我说怎么了？这是，你还有着急的时候？嗯，我刚才我跟人家飙车来着。他这能飙车不容易啊！你都能飙车了，这还了得？是啊，跟谁飙车呀？啊，一轮椅。哎呀，那飙的什么劲呢？这。”
兄弟，兄弟，这要是赢了，你也不露脸呐。是啊，输了，还输了。那就更不露脸了吗？不是你多余，真的，你不如走着走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，溜达着吧。我起誓了，我一会儿出去我就不活着了。干嘛呀？我开三麦啊。三麦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对了，开去吧。真出去了，把窗户摇起来。哦，开三麦，我的妈呀，太刺激了！这有什么可刺激的？这三麦，哦、是吧？他觉得怎么着？旁边一拄拐的比他快多了，你知道吗？这还超车呢，还是吧？啊，开着开着，把车踩那儿了，钥匙拔起来，下车坐马路牙子上。哎呀，受不了了，我这心都要出来了。至于吗？我得歇会儿。哦，可惜我这车太小。哦，我以后跟郭德纲似的，我买大车。买大车，我就行。可惜我没钱。哦，老天爷给我点钱吧。嗯。这是打天上掉一大箱子来，哟，里边都是钱，一沓一沓美金。嚯，我的妈耶，太刺激了！真是新鲜，倒是这么些钱，我不光买车，我还能娶一漂亮媳妇儿，结婚。老天爷，给我一漂亮媳妇儿吧！啪，摔些美女来。嚯，我的妈呀，太刺激了！正美这来四个警察啊，这是你撞死的吗？啊，车祸、啊！太刺激了！他要不上来，有人不知道是他，是吧？让您大伙儿认识。我亲师兄弟，挺可乐的。你看这会儿心情还不错，嗯，您就说这高兴，还有这个，还有于谦的人呢，还是我呀？我还以为您就支出去了呢，支出去还得拉回来呢。感谢各位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。嗯，北京德云社呢？从1996年左右开始初具规模，一直到今天，对，历经十年风雨坎坷，嗯，说句良心的话也不容易，对，所以说呢我们见着观众是最亲的了，啊，有一段小曲儿叫大实话，把它奉献给您。说天亲，天也不算亲，天有日月和星辰啊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带走世上多少的人。说地亲，地也不算亲，地长万物似黄金啊，争名夺利有多少载，看罢新坟看旧坟。要说亲，观众们亲，对，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啊。曾记得早年间有这么句古话，没有君子不养艺人。昨日里趟风冒雪来到塞北，今日里下江南桃杏争春。我劝诸位酒色财气君莫沾，吃喝嫖赌莫沾身。没事儿呢就把这相声大会进，对，听两段相声就散散心。抱拳拱手尊列位，愿诸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金。